如果我俾你，係我有損我嘅職業操守。我馬卡錫係發版嘅，即係你只需要嚟到同我講話，你有咩唔食，有咩食，今日嚟到有啲咩，就會鋪排俾你。春夏秋冬唔同嘅季節都有分別，去有唔同嘅蝦啦、魚啦、貝啦，就要睇翻佢當時呢位客人嚟嘅月份係應該係食啲咩，而當晚嘅鋪排係點。第一就易容啦，係咯，唔係個個好似我咁靚仔噶嘛。例如指甲啊，而家戴口罩就話戴口罩遮魚，如果唔係就會剃鬚咯，俾人個整潔嘅感覺。首先大家就互相尊重大家啦，即係你可以問我啲刀係點樣，但你唔好伸隻手入嚟攞。如果我俾你攞，就係我有損我嘅職業操守。但如果你能夠攞得到嘅，你又走去亂個舞嘅，個場嘅就會失控噶啦嘛。